千玺，拜拜。拜拜。小周师哥，回来了。刚才有人找我，说明天演出来送我花。哦。不过我跟他说不用了，瞎编了个理由，说明天我男朋友会送花给我。所以小周师哥，能请你帮个忙，明天送我束花吗？可以啊。什么可以？是送我花可以，还是做我男朋友可以？天，我看这戒指对你啊，比罗杰斯特对简爱都忠贞不渝，这完全取不下来。完蛋了呀！明天李娜娜得骂死我。哎，不如这样啊，你们改个剧情，就跟刘德华演的《听说有情》似的，是罗杰斯特先生求婚的时候，啪开易拉罐，然后把这环戴简爱手指头上，多浪漫啊！拜托你有点常识行吗？19世纪易拉罐啊，穿越呗。千玺，简爱小姐，罗杰斯特先生明天可能不能准时向你求婚了。你的订婚戒指现在还在这乔乔手指头上呢，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取下来的迹象。千玺，这怎么办呀？你怎么了？我紧张。你的人生字典里还有紧张这词儿呢。明天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你们谁能帮我把戒指取下来呀？三朵，把那个老刘的合同给我拿来啊。好嘞。正找你呢。什么事儿？老刘那儿出问题了。不是后天就要签合同了吗？曹先生也想要那门脸儿，老刘不想得罪他，现在有点往回退。曹先生是谁啊？这边一地头蛇，在上海还挺吃得开的。曹相约我明天晚上7点在锦江宾馆，老锦江。鸿门有宴啊。奶奶，奶奶，川子，奶奶，我看见你了。我看不见你，您把摄像头往上掰点。哎妈啊，您得坐下。哦哦，哎，坐下。啊，哎。啊，他上课去了。川子，你在那儿吃的怎么样啊？你看你的脸瘦的都模糊了。川子，你学习任务紧不紧啊？哎，游戏要少打呀，这样影响学习。被窝。你去帮我把厨房的那个锅给关了。啊，奶奶，外国这边人做饭特别不讲究，肯定没您做饭好吃。我就说嘛，那西餐呢，咱们吃不惯。老话说啊，你过去跟儿子聊两句，你劝劝他，先踏踏实实把身份办了吧，别一天到晚想着往回跑。你没看他买摄像头了吗？他要是想回来，买那玩意儿干啥？你快点把那身份办好了呀！奶奶跟你去，我给你做炸酱面吃啊。好，明天我就让你谢奶奶家去，我给乔乔啊也炸了酱，他也最爱吃我这一口。是吧？他肯定特开心。川子，
劝他。哎，奶奶，奶奶，我这就上课去了，我先不跟您聊了啊，明天我再跟您聊啊。欠你的钱，800家元，谢了。啊，不用。圈圈，明天是这学期的野营活动。哎，啊，我不去。哎，可是所有的同学都参加，而且我已经帮你报名了。陈绑架，你能不能不要自作主张？可是你答应我了嘛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你看，这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的附加条款，要陪宝家参加野营活动。你放心，等我一有了钱，立马就还给你。陈宝家，你现在居然连讹诈都学会了？我又没有讹你的钱，我只是诈了你的时间，而且老师都安排好了，你不去会很麻烦耶。神经病。圈圈，既然已经决定留下来了，那就好好的努力在这里生活吧，加油。怎么没影啊？怎么连不上？120的摄像头你也敢买？肯定是假冒伪劣。赶紧集合。悄悄走吧，集合了。嗯。先走吧。嗯，好。